脚步。1, 2, 3, 难得的戏剧。这个暑假就是大家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了，这个暑假我们就一起集中，我们要搞一件大事儿，蝉鸣，要拍 MV 还有要去那演唱会的歌，树荫，大家能够聚起聚在一起，这种的是已经有几个月没有了，就觉得挺激动的。这是减速慢行，你搜一下你自动版，这样是减速慢行。我要点哪个来着，在线报名。晴空，也不知道之后多久，也有大家都又开始忙了，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好好玩吧，好好一起把毒劲儿。美梦，时间短，任务量大，就给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吧，在身上。冒险，状态大家都还挺好的，最近训练。七个人回来一起，还是就这种热闹的感觉，还是挺好的。对啊，录取了吗？然后恭喜恭喜！你的录取结果出来了？出来了。宝贝们，听懂吗？我录取了。快乐，3, 2, 1。可别人能成为彼此的最完美。